Hello，晚上好。因为我没化妆，应该是。求求我别化，化妆太没气色了。底算，我每次打完底，我都想说，底都打完了，不如就给它画完。都上了防晒了，不如就计划吧。下次公演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可能因为我没有化妆。明天高考，现在在我这看直播，快去复习，加油加油！明天高考加油，祝你，祝高考的大家考了全会，弄了全对，一切顺利。晚饭吃了什么？晚饭吃了白斩鸡。今天色调好白，我开了个滤镜。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我在这个歌叫 With You， 为什么我在那个 B 站上传的视频两天了，整整一天了吧？我昨天晚上上传的，到现在还没通过。对啊，还在审核，它显示还在审核。喂，现在就是显示审核中，就是审核中啊，没有别的什么状态，就写着审核中。谢谢觉不睡觉送的荧光嗨。很短啊，时长只有4分钟。就是一点点，我疫情期间在干，就我的日常吃饭什么的。
沈腾渊备战高考，怎么回事啊？请高中生。故事会是粉丝投稿吗？是的，先三连再观看，谢谢你。把口红涂上吗？太憔悴。嘴唇看着好润，因为我刚才涂了润唇膏。化妆好快，还没化完呢。剪头发了吗？还没。谢谢，也许属于炫目鼠宝贝送我的高级马卡龙。祝你身体健康，万事一天开心。边看直播边写作业可以了，写起。就是不要把注意力一直放在这儿。这刷的啥？侧影。高超的手吧，高超在哪？你们有没有什么缓解焦虑的好办法呢？有，很难不想吧。解决，如果是当下不能解决的事情呢？好的方法就是不焦虑，你说的好有道理。可能我跟人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跟别人讲我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具体讲。如果真的是很让我焦虑的事情，我觉得我只要提起它一点点，我就会让我自己感觉到更焦虑。对，会很烦躁。对，是的，是的，会很烦躁。而且我觉得我最近好像
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我可能我在怀疑我是不是最近有开始在梦游。为什么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今天早上爬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有一个东西很明显的被改变了位置，但是我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说我去动这个东西的这个场景。然后我就在想，我就觉得很奇怪嘛，首先，然后我就去检查那个门口的监控和那个开锁记录，就是开的门锁记录，然后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本人，就是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有任何的变化，其他所有东西他们都在他们原来的位置。我就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可能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有可能吧。但是我为什么说就是我跟你们说，就是我饮水机里面的水桶，然后它的水首先还有大半桶，它首先是一个非常重的东西，就是我不可能平白无故，就是它放在里面还有大半桶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就是我仔细想了一下，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把这一桶水给它搬出来。不是吗？我没有任何理由把它搬出来。我想了一整天，我怎么我都想不明白。我就觉得应该有可能，或许是我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我忘记了，另一个可能是首先我忘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这个行为就不合理，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把它拿出来，对吧？然后再其次，就是我可能是梦游。相信科学，梦游这件事情也很科学啊，忘了这件事情也很科学啊，我难道不科学吗？床离饮水机近吗？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因为咱们以前有过梦游前科，但是确实我梦游的时候，我以前梦游也没有干过什么实事，就不是说会把一个什么东西去挪动这样子，就只是在我只是会在走路而已。但是这回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出来了，而且就算你说是进贼，那进贼的话，那他不应该拿我的贵重物品吗？也没有拿我任何贵重物品。在房间装个监控，我今天真这么想，我在想能不能看到我深夜自己独自忙碌的身影。我可能真的会很忙碌，但是我又看痕迹，我应该也只是动了这一个饮水机，我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到任何我去动他们的痕迹。这两天感觉精神状态不是很健康啊，我今天给我哥说了这个事情，他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他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忘记了，然后你把它搬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个饮水机不出水了，所以你想看一下这桶水为什么不出水，然后你把它搬出来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首先没有这么一茬事儿，就他给我是这么解释，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而且这个饮水机从来没有说有水的情况下不出水，它里面还有大半桶水，大概三分之二的样子。然后我哥说就是马上去给我挂个号，让我去看医生，但他也只是跟我开玩笑了，不是说真的觉得我有病，毕竟我白天还是很正常。我就想不到任何一个理由，就是这一桶水会被我拿出来，就是我不管是在梦游或者说是我忘记了，就是我没有理由啊，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很不合理。吃辣拿起来嘟嘟嘟。我虽然说我的力气不是很小，你也不要把我的力气想象的这么大，能搬起一桶水，三分之二的一大桶水搬起来喝吧。做梦就更不可能搬动了，为什么呢？就是我搬这桶水还搬得动，但是你要说我把它这么抬起来喝，这是很不现实的呀。想给饮水机换位置？没有啊，我根本没有这个印象啊。而且我是为什么发现这桶水，就是我这个人其实呢是在生活当中不是很细心的一个人，就是我不会注意到很多事情，然后呢我为什么发现这桶水出来了，就是它出来我可能不会发现，我为什么发现它出来了，是因为我在今天早上在接水的时候发现水接不出来了，所以我才发现的。然后我就去回看前两天我拍的照片，因为我那天要去拍身写，然后呢我出门之前，因为我没有落地镜，我出门之前我就拿手机给自己拍了一张全身照，就把它放在一个位置，然后我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站着，我给自己拍了张全身照，我检查一下。然后呢那张照片呢就是唯一一张最后一张还能拍到饮水机那个位置的了，然后那个位置明显是没有水桶的。所以呢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干的，我觉得就是我干的，但是我又找不到任何的就是很好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么一件事，而且为什么我不记得，我反正还没想明白，有可能是我忘了，我在家，有可能是我忘了，但是我很希望给自己做的这个行为找一个理由，我可能就能想起来，就是某一天遇到一个什么，因为什么我才去搬动这一桶水，但是我想不到理由啊，我为什么要去搬这桶水啊？之前那桶喝完没有，我都说了这桶水里边还有三分之二桶，就是还有大半桶，就我已经喝掉小半桶了，喝了三分之一桶了，水里不干净？没有啊，水也不会出不来，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水脏了？没有啊，那一桶水为什么会脏呢？没有理由啊，而且是我刚打开的，就是我本人亲自把它打开的，这桶水怎么会脏呢？鸟般，你知道吗？我今天真的想过，因为什么？因为这两只鸟它们非常不爱喝隔天的水，它们就一定要喝当天的水，然后我甚至去看那个笼子门有没有打开，你知道吗？
我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搬出来。虽然说我再仔细想，他们应该没有任何的力气去把这桶水搬出来，应该也不知道这个水桶在这个饮水机里面。但是我甚至也是多想了一瞬间。如果真是这样，只鸟般的，那他们就能送去科学研究了。为什么鸟的力气这么大？倒着煮螺蛳粉没有，我是用自来水的煮的。想来想去还是我梦游的就是可信度最高一些，唯一能解释了。我想不通，我真想不通。叶川纯粹送的夜蝶，波波 ，kiss kiss， 祝一生健康，日一天开心。什么意思？接电话或干嘛，完全没印象。有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忘事儿，我确实是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就是我可能确实是我去干了这么就把我去把这个水桶拿出来的，但是我就是想不到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不到一个很好的解释。在我的记忆里搜寻了一下，我确实好像一点都没记得，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唯一就觉得我为什么会忘了这种事情呢？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觉得我的记忆力也没有差到这种程度，你们懂吗？我确实是很容易忘事儿，但是。这种事儿忘了吧，也很奇怪，就是没有理由做的事情，做完之后还忘记为什么要，什么时候去做的这件事情。关键你说如果是什么小偷什么的，他何必呢？他来我家打开饮水机，搬了那个小半桶水大半桶水出来，然后呢？啥玩意儿没拿，所以没有可能是外人干的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唯一有可能就是我干的，人家就缺口水喝，图点啥呀？关键是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小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的包就放在门口，他就是说他不去翻我的包，不去拿我的包，他就进来就喝了一口水就出去，他为什么不去偷便利店？家里停过水吗？没有，我看见了门口的监控。是不是我这么一分析是不是非常有道理？所以只可能是我去干的。小偷喝完水，我来干啥的？溜了。喝完水，这家好像偷过，走了。
情来一看，哎，还不如不脱，走了。会不会是我的朋友？不可能，咱们家就我一个。我太困惑，但凡因为昨天呢，其实我是想叫我妈来的，但是我妈因为牙疼所以没来。然后如果但凡我妈在，我都觉得这件事情合情合理，或许是她做的呢。那问题是我妈没来啊，不是我哥干的，我哥来了还跟我分析呢。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我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真是莫名其妙。一整个大莫名其妙。衣柜检查了吗？没检查。但是怎么样，他躲在衣柜里干嘛？就为了挪我一桶水，每天晚上给我挪一下子。我这样，我打算的是，就是我因为我是今天发现这件事情，我打算我今天晚上我再观察一下，我给自己开个那个睡眠 app， 然后我就是观察一下。然后看看第二天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梦游很可能就是没有声音的，因为我用过那个睡眠 app， 它可能会记录到这些杂音，但是听不清楚具体是在干什么，所以我就有点觉得有可能他也录不到什么，也录不到我睡觉，就是我如果梦游的话，他可能也录不到。我是不是精神已经有点失常了，就是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印象了，怎么会这样子啊？啊，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别吓，没事，那些吓不着我。我有点不害怕呀，我只是觉得很困惑，我不理解，我只是很困惑，为什么我要干这么一件事。口红是 B60。肯定是我忘了，因为这个行为你不管说是谁你都说不通，就连是我都觉得说不通。确实就是我忘了，但是我很希望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儿。水拿出去换桶清水。哇，我已经喝了一天了，很好。好得很。哪里吓人、啊、还好。我以前梦游就是睡着睡着会突然坐起来，这是我比较大的时候了，因为我后来基本上就不怎么梦游了，就是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只是会坐起来，但是我自己是不知道，然后经常会坐起来。然后呢，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因为我刚进团的时候不是住在宿舍吗，然后我的室友跟我说，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因为我睡得比较早，他回来的时候，他会看到我突然一下坐起来。我忘了他说我眼睛睁着还是闭着，我不记得，反正我自己是完全不知道，就是只是这样而已。这哪里吓人啊？这不挺正常的吗？然后，这是我最后那段时间。然后在我小时候呢，我就是会睡一半，然后就是去那个我们家外边兜一圈，然后我妈就是全程跟着我，因为她知道我在梦游，因为我经常梦游，她就会一直跟着我，以防我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但是我是兜一圈之后我就会回去睡觉，但是我不知道。这很正常吧，这哪里恐怖啊。
人会睁着眼吗？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没有印象。我小时候一开始我妈说我梦游，我不知道，我不信。然后多了，次数多了就。主要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梦游很正常，因为我小时候好像看一个什么动画片，是 Snoopy 还是什么的，然后它里面就有梦游啊，然后还有装梦游去偷糖，这样梦游不可以叫醒，我妈是不会叫我。你们小时候不会梦游吗？是吧，就会有吧。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吧。反正我是有干过这种事儿，就是梦游过，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确实是我梦游。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一直认为，自认为我已经很好几年没有，好十几年没有梦过游了吧。就是认真的出门干一件事情，就真的出房间门去干一件事情。高低床梦游风险太大，那不知道。有可能是又犯病，又开始梦游了。谁懂？梦游有过跳楼的想法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首先，我梦游我干什么？我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就是我自己没有任何意识的，我不知道我干了这个事情。其次，谁梦游会去跳楼啊？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有个小学同学梦游跳下去了，真的假的？从哪儿啊？从床上吗？反正我应该不会吧。我目前感觉我梦游干的事还挺安全的，但如果我真的发现我渐渐开始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我醒了之后发现是有痕迹的话，我可能会去检查一下，因为我觉得是有点危险。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危险行为。我觉得我以后给那个自己睡觉的时候，我在卧室安个监控，每天回看一下，确保一下自己的安全。最近压力太大开始梦游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是我梦游，我先要证实一下，如果真是我梦游，那么应该最近几个晚上应该也会梦游吧，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梦游还挺频繁的。谢谢猜猜送我的皇冠，大家戴上这么猜，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七哥绕八仙过海， kiss kiss， 谢谢猜猜。他要听啥？还是有什么需求？会把家搬来，行。啥？他要波波波波。确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我有太多的那种危险行为，我肯定要跟我妈一块睡，就是和她一起睡之后，我的睡眠质量会更差，因为我妈睡觉非常的不老实，谁懂，真的非常不老实。我妈睡觉就跟那个去参加那个铁人三项一样，那一晚上呀，我的妈呀。
是我如果深度睡眠的话，我其实是一动不带动的，就是我睡着啥样，我醒过来还是啥样的。会梦游直播吗？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不会。就是手机这些事情有点太复杂了吧。我还是在很认真的回忆我到底有没有干过这件事情。坚挺白除粉梦游是闭眼的吗？我不知道哎。不可能梦游直播，不要想太多了。你可以听首歌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你想听什么？我要气死了！我今天因为这件事情，我一直在纠结，一直在纠结，一直在纠结。越想越想不起来，那倒也不是，因为本来在我记忆里，就是完全没有这个记忆。好冷啊！开直播对着谁同位置开一晚上？不是，我有可能去干别的事儿啊，我干啥？如果我真梦游，我干啥一直盯着一桶水啊？猜猜听什么？一首情歌送给我老婆，这什么歌名啊？唱，还真有这首歌。这首歌叫《都要好好的》。猜猜又恋爱了，情场达人。真的辛苦了。没听过哎，咱们不会唱啊这个。想听抖音版。虽然我没听过，但应该是。真的辛苦了，祝确实感觉这歌有点年代感。怎么也是重复？你也抖音刷到的？我怎么没刷到过啊？怎么抖音还看人下菜？热情好推荐，确实。好像没那个版本，算了，好吧。
001号可能喜欢啤酒，精神异常的什么东西啊？你在说？你自己听听，你这说的是人话吗？别逼我骂你。哪里得出的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理论？你那你还想听啥？下雨天，等会儿啊，最后一根眼线，马上。啊，你们可以听得到有声音吗？蓝牙模式。啊。啊。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你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一样闻不到他的声音？最小就这样的，还是听不到。啥玩意？关机。他的谁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反倒显得写成边界，却还能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谢谢你们送我的荧光棒。我可太好看了，我可太喜欢你夸我。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
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天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真的写差别，结局还能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好高，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熬煎。这你们的荧光棒，你在看回放吗？你在看直播？对，我的小费在里面。吓死了。听，谢谢，不客气。谢谢荧光棒。你去逛街吗？这个点逛什么街啊？九点半。马路按摩这么爽的吗？但是我已经去那个真的按过摩了。我嘴好粉嫩，怎么搞的？涂口红。我甚至已经去采完耳了，现在在等待时机去那个。我动作好快，可不咋的。对，染头发、剪头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还是有点拖延，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拖点什么，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嗯。想染什么色？红色。哇！但是我不知道我染不染得上，所以说染了再说吧。因为我之前染过黑色嘛，就有会有点难搞。感觉我一直都是黑的。是的，我已经好几年都是黑色了。吃海底捞了吗？在家吃过。染黑色不是已经好几年前是了。话是这么说，但是它一直在我的头发上，它就一直没办法染。我从
直播的光看不太清楚，差不多是从这儿往下吧，就是我之前染的黑色，所以就不知道这下面能不能染上。染过黑色，你这些头发就是只能说等它全部剪掉，就是不要了，不然就没办法。反正先染染看吧，再说吧。可以染，试试看吧，主要是我不想漂，我的头发实在没办法漂，我这里边这些头发全部已经死掉了，漂过的这些头发死得彻彻底底，就离大谱全部都断掉，很多都已经断到这儿了，然后每一根都分叉，然后枯了，就是它漂过的这些头发全部都枯掉了，然后就是很干很打结，然后断的断，分叉的分叉，很夸张。漂肯定很伤发质啊，但是我不会漂。接发呢，我头发够长了，我不用接发，而且我不喜欢接头发，我接完头发我感觉头发会掉的很少，而且接完头发之后洗头发很麻烦，很不方便。先染染看吧，如果能染得上就染，染不上就拉倒。开的什么滤镜，感觉有点阿宝色，我开的一个偏蓝色的，确实有点阿宝色，那不是本妃乳油最喜欢的吗？靠一会儿，腰好痛。粉丝主流最喜欢阿宝色了，谢谢蹦迪。好想看粉色，不要把粉色全头粉，我这么长的头发全头粉，你有点太过分了，而且很难维持的。我感觉我有点接受不了那种太夸张的颜色，人还是有点小害怕。咱们就是先买两顶假发尝试一下，看看自己如果是全头浅色的话长什么样。如果染完之后发现很丑，那岂不是血亏，头发又伤了，钱又花了，然后最后还不好看，那就血亏了。之前那个红色好，我就打算染那个。确实是的，感觉粉色还蛮难染的。谢谢荧光海。我不可能全投票的，所以你们也别劝我了。晚上好，谢谢20个荧光棒。冷棕试试，之后吧，目前没有什么兴趣。考虑过蓝色吗？蓝色很难染上色，主要是我不可能漂。你们就不要跟我讲那个出就是需要漂的颜色，我是绝对不可能染的。主要是我的发质太细软了，它根本就是漂不了，它一点都漂不了。我这个头发称为敏感发，人家敏感肌，我是那个敏感发。别管了，到时候再说吧。
主要是我又在想，我最近我又不上班，我去染它干嘛？染完等我上班的时候已经掉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班。自己欣赏。那我应该在家多放几面镜子，而且得随时带着妆，毕竟除了黑发以外，染别的颜色的头发素颜还是会有点憔悴的。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还没复工，就复工了一天。明天520给个波波，你是不是真的高考？我不知道。微博18宫格，我想想，18宫格有点烂，怎么切了后台就听不懂在说什么？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弹幕在说什么，我也没看懂。确实，染完发再说吧。完了，我开始，我想下播一会儿，我等会儿再。等会儿再播，拜拜。谢谢荧光海。忽然刚才就有点不想讲话。谢谢狗狗送的皇冠，大家戴上了，祝我们狗狗身体健康，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二十八仙过海。Kiss kiss， 狗狗有什么需求？想听什么？没事，正常的。光。这我会，光
落在你脸上，可爱又望穿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尘世啊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谢谢你们的荧光棒。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是一沉默，一句一句都是谜题，都清醒都独立，妄想都没痕迹，我们一生不肯慢慢窒息。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猜猜送的皇冠，谢谢你们送的荧光棒，谢谢猜猜身体健康，祝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二八千光彩。可以可以，猜猜想听什么？又乱说。这首歌我好像不会，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先帮他送我的用爱发电，奔三宝贝，祝我们奔三身体健康，我是一天开心，我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二八八千块，只有个一十全十美元气满满，牛气冲天，虎虎生威。Kiss kiss， 谢谢你的用爱发电，猜猜呀，好像不会这首歌。谢谢奔三送我的用爱发电。我听一听，我不一定说不好。哎，是不是简单的和弦？家人们，嗨，晚上好。家人们好，听一听。是不是简单的和弦就不能写出动听的歌？是不是我的声音不够好听就不能打动你？是不是别人的爱情我就不歌颂？是不是歌颂完你们也会有人和我相拥？好像听过，但是我不是很熟。是不是放弃了牛奶就不能喝？是不是过期的爱情还留在你心里？不会 ，sorry。是不是温柔的战场？点首好运来送给高考的家人，行。我要那个强行给自己快乐起来。没有他
咱们听个 DJ 吧。祝我们高考的大家好运满满。怎么没词儿啊？伴奏栓 Q 了。祝你好运来到。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金光放大走开。月的千纸鹤，红飘。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长存在，一生的忙碌为了小组宴开。大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祝你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张姐就听那个祝你好运来，叠个千纸鹤，带起一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纯常在，我一生的忙碌为了幸福宴开。大开中国节，青春奉献歌台，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阿弥陀佛。分三听什么？谢谢狗狗送的皇冠，大家戴上，祝我们狗身体健康，身体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七二八全满。谢谢谢谢的皇冠。小蓝背心好一点。我没把握，我不知道会不会。好像我的那个中医某，我不会。会怎么办？谁在留恋匆匆的片段，好好打扮你的微笑很灿烂，我希望你的心情好一点，阴谋少一点，不要每天挂着一张穷字脸，让运气好一点，烦恼少一点，阳光暖暖它会照在你身边，
像种自恋，让运气好一点，烦恼少一点，阳光暖暖它会照在你身边。要吃得饱一点，睡得早一点，别再每天熬夜熬出黑眼圈。好一点，冬衣吗？有没有那个啊？那个狗狗听什么？狗狗怎么又听？想听什么呀？好的，好的，好的 ，OK， 我尽量。站在门外，为了你上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对啊，狗狗呢？谢荧光棒。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会装起来。一八八，这是一首歌吗？还是你跟我走？拜拜。还真有这首歌，我肯定不会。没有听过。你要求我唱不赢。别怕，能听懂。OK OK。阿达古讲不要来搞。不要来搞。
不属于成人妈宝，所以女粉丝快点接近我娃娃。叔叔建议冰丁，说好亲戚设定，不然钢筋，发誓开路脚步滴滴。现在是不拉的走路，爸爸我用真机，不然弹幕到了最大难度开始逆境。刚敲个喇叭，不暴露屁股有眼路，女加个苏铁裤套，扎起大马路，喊俺三个吃好苦，买条松板安踏裤，把俺三个面包抠，俺上班需要老虎。三天三夜发广告，老娘电信玩小猫，光浪得来来飞高，桃子一直高在套，屁股一抬高了，平安来了广告。这个我没办法给你唱，有点太难了。暗号对。翻译一下，有些词儿不变化。确实，我不看字幕，我也有点分心，有点很快。我只能弄不要搞了，不要搞了，好不啦？不要搞了。做了一只梦。啥梦？梦到我家头去八龙门白相。干啥呢？梦里向是夜到，人交关多。嗯。马路高头车子也没地方停。那个讨厌。八龙门门口的小姑娘在穿着长旗袍，卖相老好的。是吧？进去里向有九十一台，小姑娘里侪是人，老忙得不得了。干啥呀？我一直在跟你相迎。原来哈哥，这儿也没办法看了，因为他没有翻译，他没有那个词了，歌词。想来不想了，意思想来玩吗？不要来搞了。意思是别搞，谢谢狗狗送我的用爱发电，谢谢狗狗。谢谢狗狗，祝我们狗狗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七个人，八千过海，九九归，十全十美，元气满满，牛气冲天，虎虎生威。谢谢我们狗狗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狗狗爱听什么？它有点快，对。谢谢菜的皇冠，大家戴上了，祝我们菜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七个人，八仙过海。祝我们猜猜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七个人，八仙过海。谢谢菜送的皇冠。我怎么总感觉我刚才好像说过一遍？猜 after you 是猜猜要点 after you， 还是你要在他之后？谁知道啊？你们那个一会儿哔哔叭叭，顶楼的马戏团，还行，但我肯定不会唱，我只能给你点，但是我肯定不会唱。听听。
你真的不好说鬼。谢不三送我的一碗发电，谢不三一碗发电，我们才是你健康水，一天开心，五谷你们六，来生情感照八仙过海，谢不一时间什么元气啊，牛气冲天呼呼成为 谢不三送我的一碗发电，谢不三送我的一碗发电，哎，啊，起来等我一会儿好吗？晚上找我连麦。听得到吗？怎么哭了？嗨，我看得到他，他怎么哭了？他为啥哭了？看得到我吗？连不上，连得上。咪呀，不装了。看来今天这麦也是连不上。接下来无语。一次吧，好吗？连不上就拉倒。实在看不到，挂了。这个世界在和我作对。谢谢墩墩送的皇冠，但是太上了，
祝我们祖宗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高照八仙过海。Kiss kiss， 谢谢祖宗送我的皇冠。谢谢光海。狗狗听什么？鬼才抱着谁？那不是后辈。小姐，我这种傲人，现在独自自认。狗狗听什么？说他裙子黑，放在衣橱里，请允许我暂留在机场身边休息。来了。你说你说夕阳落得很美，说好早去早回，却没有再回。这是因为我今天有点 emo，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emo， 我没什么原因。谢托比送的皇冠，大家戴上了。祝托比身体健康，日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高照八仙过海。谢谢托比送我的皇冠，谢谢。哎呀，好了，谢谢罗罗当送我的皇冠，大家戴上了。祝罗罗当身体健康，日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高照八仙过海。谢谢罗罗当的皇冠，谢谢粉三的用爱发电。谢谢本草的爱发电，祝我们本草身体健康，我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高照八仙过海，九九归一，十全十美，圆满圆满。五成威，谢谢本草的爱发电，谢谢七七的皇冠，大家戴上了，祝我们七七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高照八仙过海。谢谢的皇冠，好了，不哭了。over 了。好了，可以了。谢谢山药蛋的皇冠，大家戴上了。祝我们山药蛋宝贝，山药蛋，我怎么没有听说过？祝我们山药蛋宝贝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高照八仙过海。谢谢山药蛋的皇冠。眼泪是真的。最近总是这样莫名其妙，其实没什么事。好了，谢谢阿木送我的用爱发电，谢阿木宝贝，祝我们阿木宝贝身体健康，万事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高照八仙过海。谢谢阿木宝贝送我的用爱发电。祝我们阿木宝贝身体健康，万事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心，高照八仙过海，九九归一，十全十美，圆满圆满成天。谢谢阿木的用爱发电。好了，没事，你们听什么？挪威的森林，听一下。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会，真的。
好听，我也没唱呢。你说这歌好听是吗？真有点年代感了。KTV 神曲，没听过。啊，你们都是什么年代的？玫瑰花的葬礼不会，应该会。最后一分钟怀念你，我用这
墩墩想听什么？在九月，屋顶着火，潮湿的车厢。还就是放我听过的歌，每回都是这些。到谁了？我不开空调吗？我刚刚开了，好冷，我都关了。最近呢，眼含泪水，不开心呗就含泪水。
不是我在听我是女生这首歌，是上一回小跳吧。好了，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点这种歌有种什么感觉吗？给我就有种你刚哭完你妈逼着你给她表演一个节目，你人还沉浸在那个悲伤中，你妈让你给你亲戚表演个节目，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这个人你还 emo 着呢，他就一定要你给他给亲戚们唱首歌。这叫哄孩子？这一点都不快乐好吗？鼓的眼睛大嘴巴同样唱的笑脸，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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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只小青蛙跳起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各位公主唤醒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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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我们身旁，妈笑的嘴有点要裂开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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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青春占有你像马来不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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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变成马来不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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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成长有你像马来不发，快乐一只小青蛙，哩哩哩哩哩哩啵啵，快乐一只小青蛙，哩哩哩哩哩哩啵啵。谢谢阿姆宝贝送的皇冠，大家带上了这么阿姆身体健康，万事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七杠杠，八仙过海。Kiss 谢谢阿姆送我的皇冠。哪有让人自己唱歌哄自己开心的呀？行，你们给我唱吧。该到谁了？苏苏，我们争取在那个不要拖到两个小时。你们怎么不能上麦呀？你们要是能上麦就好了。我就随机邀请几个上来给我唱歌。到谁了？五音不全咋办？凉拌。分享八卦我看行，然后直播间直接被封掉，退休到谁了？快点，随便谁都可以，刚才送了礼物的大家。这你们都知道，
我的网去修了吗？其实我没有去修，但是它好像就是好了。快点，你们刚才那个送礼物的大家可以点歌了。在吗？还是说你们甩完礼物就走人了？谢谢一年送我的皇冠，大家戴上，祝明年宝贝身体健康，万事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青儿八仙过海 ，kiss kiss， 祝明年宝贝，我出国了，谢谢你送我的皇冠，谢谢。七七说要靠近。靠近，靠近，我会吗？哦，这首。怎么这么高啊？直到你低头就吻到我。
直到你肩膀轻刷着我脸颊，直到我的头就闻到你长发，这长发只需要你去画。谢谢大家送我的皇冠，大家想这么高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我不是说又到身体健康是八千多卡脾气，直到虽然没有想象中复杂，我这一路跟着你说 Yes I do, Yes I true, I love you too。 谢谢光棒，家人们等我一下，我速速就回，马上。直到你睫毛轻刷着我脸颊，该到谁了？看到我吗？看到谁了？OK。阳光彩虹小白马。歌我不会，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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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你是哪哪个哪哪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妈，我不认识哪这个字。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发光的，挡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它。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亮光彩虹小白马。听你们的荧光棒，别听着听它，一切会好吧，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耍。哎，等一下，讲出定妆。嗨，哦，成功了。看见我吗？我看到。怎么看见像看不见一样？是我在你那里是空气吗？哎，说真的，他看见我吗？看得到，我看得到你。我听见我声音吗？他们说我听得见你声音，我声音大了很，你们要退出重进好吗？我来，我听见我声音吗？听得到。我让我连你干嘛吗？连我干嘛？啊？玩游戏。好，玩什么游戏？你是不是把那个麦挡住了？没有挡住。哦，好，你说玩什么游戏？现在有声音吗？有。粉丝听不见，哎呀，好烦呐！我这粉丝怎么听？不好意思啊，飞泉稍等一瓶，稍等，稍等一刻，好吗？稍等。听不到的人来飞泉直播间，飞泉真听不到。哎呀，来吧，听到了吗？好，好了，非常。好，你说的话80%能听到。这回是真听不到了，你是不是你的那个话筒进水了？这样呢？好了。费庆元，你何德何能？我讲着听，我手拿着这个手机跟你连麦直播。好了，我们速战速决一个游戏，然后你输了就好了，好不好？你输了啊，好，那你输一下好不好？好，我们玩一个，我们心里想一个成员，我们猜这个游戏，你觉得好玩吗？好玩。好。那你要在纸上还是笔上？不对，你要用笔在纸上写下你心里想的，不然会作弊。行 ，OK， 我现在写。非常的好，飞泉非常听话，真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没有人会拒绝一个听话的女孩子。但是我的笔找不到，我拿眼线笔写吧。我在活跃我们的直播连麦的气氛啊。好了 ，OK 了。好，你想好了吗？想好了。啊，我看，哎，几个问题啊？不知道，五个吧，五个。五个问题。嗯。哎，惩罚是什么？惩罚是如果你输了之后给我跳那个。啊。不是大摆锤，放心吧。就是。啊。不行，飞犬。那个。不可以。那你说，就是不要整那些，太就跳就舞动的那种。因为我知道你就是平时喜欢这些，但是我今天我就是穿的有点儿，你看穿的有点小小 T， 不太适合你想那些惩罚。你就想你就找一些简单一点的。比如说我唱歌听啊，或者是你唱歌给我听啊，也是对我一种惩罚嘛，怎样的？你想想看吧。好了，
完了。等一下，啊，开始问吧，开始问吧。我想可以问你了，我想惩罚啊，输了的人去对方的口袋房间发一条语音，发那个，比如说我去你房间发，我就说婷婷姐姐，我好喜欢你啊，你真是太可爱了。反正就你就夸一顿夸，但是你一定要加上。比如说你来我房间，你就要一定要加上圆圆姐姐，然后一顿夸，怎么样？可以啊，可以。说实在的，可以。好，一定要用非常夹子音的声音发。这是在为难你吧，费清源。啊，费清源，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夹，狠狠夹起来啊，那种感觉。啊、人家就是你不夹，我要让你退回去。行，来吧。你写好没？哦。没事，我先猜你嘛，我待会儿再写，好吧？行，猜吧。好，他是 S 队的吗？是的。他是 Top 16吗？是的。他，他是御三家吗？是的。一下把范围给我缩这么小，还剩几个 H 队，然后还剩两个，完了废了 BBQ 了，就剩俩，你这还猜不中，完蛋了。没事，你待会儿如果问的问题更加的少，比我少，你就赢了。啊，不是你这一下子，哎呀，他是原因。可以了，再给你一个回答的机会，因为你一下把那个范围，再给你一个问的机会，因为一共就。这个范围里就只有两个人了，如果你现在问两个，那我不就是整个完蛋了？你就直接猜吧，你别问了。什么意思？你不让我猜了？你别问了，你就直接猜吧，因为你已经缩小到三个了。那不公平啊，那肯定不公平了。那不公平，你这设置的五个问题，那你不能怪我猜这么快，对不对？是不是？你设置的五个问题，好，那我猜了。啊不。我这是问题啊，我不是直接猜的，这是问题啊，我还有两个问题啊，这是其中一个问题，是袁一琪吗？是的。我前面整这么多废话，哎呀好，那我赢了，那我写了，我真的写。你写吧。我跟你说啊，这个游戏呢，就是怎么说呢，不要找自己对的人。有点输太快了。因为太输了，说实在的，有没有同感？你。但是我没有那么坏，我不对，我99.999%猜不出来。哎，我跟你说，我绝对不会那么坏，我是一个好女人，我是一个非常好，是觉得你认识你熟悉的人。OK， 你确定？我不可能写那些你不认识的人，这样子就不熟的人就会很无聊，对不对？你是确定我跟他熟悉的是吧？我就是我认识的，我确定的很，我跟你说，我确定的很，你们俩是我不认识的对吧？好，写好了。好，是 N 队的吗？不是，一个问题了。哇，感觉你要输，说实在的。是 S 队的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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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输，你要输，你要输。是上海的吗？不是，不是。哎，你终于问到点了，吓死我了！哎呀，无力圆圆啊，吓我一跳！啊，对，不是，不是上海的。完了，这。绝对你认识的呀，我有点搞不清他们的队伍，可是这怎么猜？确实啊，我也是搞不清他们队伍，那你就猜吧。我先把几个问题，三个问题，还剩三个，那咱们乱猜了。嗯嗯，是那个是曾爱嘉吗？不是。是郑丹妮吗？是。是不是你认识的很熟的，对吧？哎，他问了几个问题啊？哦，我们俩好像不分上下呀、啊。哦，不对，我比你，哦，我赢了，我比你少问一个，对不对？好，那你要说什么？我要整理一下，我整理一下啊。婷婷姐姐带着撒娇的语气对我撒娇，说表白我，是不是这样？嗯。没错，
你要记得要可爱一点，夹起来。哎，不对，我们都是四个问题，说平局平局啊。嗯，平局。你四个问题，你记里里啊。是上海的吗？啊，不是，是 S 队的吗？是 N 队的吗？是上海的吗？是曾爱家吗？是真的你吗？五个问题，我都数清楚了，是不是这样的？万一理出来了都。好吧，好吧，我那个服输了，咱们服输了。行，一会儿你的口袋房间不见不散。好，我等你啊，我等你，么么哒，么么哒，拜拜。下次再挂，下次再会。你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那个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你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最棒的最亮的最棒棒的，挡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轻轻的伸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它。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挡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轻轻的伸开吧，我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它。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好了，来，下一位，谁都行，你们反正稍息立正站好。怎么感觉没听过啊？哒哒哒哒哒。人多少有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手心里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铅笔找不到，藤瓶空妈妈，做事不能一团糟，上心里真正好，这次会更好，人小志气高，临时抱不到佛脚，扣牙齿书没背完回家，人人都有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手心里真正好，铅笔找不到，上课又迟到，做事不能一团糟，手心里真正好，这次会更好，人小志气高，临时抱不到佛脚。
谢谢我们咸鱼宝贝送我的皇冠，大大赏，祝我们咸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金刚绕八仙过海 ，kiss kiss， 谢谢我们咸鱼宝贝送我的皇冠，谢谢你，谢谢你 ，thank you， 不好意思，我刚才这里特效没有显示。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朝夕里挣扎好。铅笔找不到，伤口又缺刀，不能一团糟，朝夕里挣扎好，这次会更好，连笑着起高，临时抱不到佛脚，朝夕里挣扎好，这次会更好，人笑志气高，你是帮不到佛教。下一位，下一位。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莫斯科没有眼泪，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我好像不会，怎么办？放着也行，我应该会。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林戒备，这里没人察觉谁有。我可能会副歌吧，我不知道。大雪纷飞，你遇了吗？好了，不会了。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会了，谁懂？这四个字，对，献丑了。是一个男可惜我不在莫斯科。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没。
眼泪，我却流泪，不知哭的赞美。行，喂。不要这样，不会了。倒水了，倒水了。怎么说我不爱你？不会啊。谢我们哈士道送给我的皇冠，大家带上，祝我们哈士道的身体健康，是一天开心，福临门六，达成健康让八千块海，谢谢送我的皇冠。我不会怎么办？我好哭呢。不断的
小弟，还有什么区别？下一位，下一位。什么玩意？咋打的？没记完。这我肯定是不会唱了啊，这首吗？谢谢荧光棒。它上面连歌词都没有，怎么是啊？歌词被禁了 ，OK。我今天晚上直播间是不是有毛病啊？到底有几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在我直播间啊？其实真的会生气好吗？脑残吧，真的把人搞得很无语。没事，其实主要是这种话我也不太会生气，我只是觉得很无语，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所谓，我对这种都还好。我肚子怎么一直在叫？我今天吃了两个鸡蛋，吃了一点点白斩鸡。我和我哥，下一位，这首歌还蛮好听的，点个收藏。下一位，点了四分之一个白斩鸡，我们一起分的，然后我就吃了大概两三块。然后喝了一点血汤。到谁了？可以啊，你姐。我不吃了，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让人们懂。战胜烈火，心潮翻涌，这是开始，不是最终。当你为了我把手掌还痛，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一分钟在我心中，太多感受难以形容，未来多曲折，绝对不放松。这明明选择是与众不同。谢谢你们的荧光棒。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是你要我把梦做到最巅峰。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敢想敢做的人不平庸。我已经知道何去何从，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这是送给你的欢乐颂。每一个你是我伟大的英雄。太好随了，谢谢你们的荧光棒，我的荧光海，谢谢。谢谢阿莫送的皇冠，戴上了。阿莫他看来今晚不打算让我下播是吧？什么阿莫身体健康，二十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金刚钻，八仙过海 ，kiss kiss， 谢妈妈宝贝的皇冠。就像没有预定的剧情，感觉拉着我们在靠近。啊，是的呀！谢谢你送给我皇冠。像五月的天气很透明，萤火虫就是你的眼睛。像家里的玫瑰花弹奏钢琴，思念不眠的长椅。到谁了呀？说过的玫瑰白的，还相爱。太完美，爱情的光和香水弥漫着小暧昧，许过的愿望绝配在一起。到谁了呀？还相爱太完美，今晚的余味调味，不知道这蔷薇多难得花园堡垒，像酒还有刚才送皇冠和原发店的人点歌吗？
像没有预定的剧情，感觉拉着我们在靠近。还有人吗？是不是都去睡觉了？是否太玫瑰白的爱上爱太完美，安心的轮回香水弥漫着小暧昧，去过的人我绝对。看来没有人，我就下播了，你们早点休息好吗？谢谢你们今天安慰我。谢谢你们。你们也要开心。不哭了，咱们就是去那个卸完妆再消化一下情绪。晚安大家，拜拜，早点休息。